看我家后院的野兔吧，看到没，小野兔就在我这个凉亭旁边睡觉。小野兔，这是一只小小的，还有比这更小的。哎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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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到那边去了。看，野兔，这是我后院的，在我后院里面。刚才还看到一只更小的，带大家看一下我种的蔬菜，我的成果。这个茴香多大一颗，多大两颗茴香。看一下我种的西红柿吧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开花了哟！这个是什么？开花了哟，有花哟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是什么果来的？猕猴桃，猕猴桃，开花了，哥，看，带你们看一下我种的西红柿。刚才看到一只小兔子，小小的小兔子在这儿，跑了。它在这里待了很久了，一只很小很小的小兔子。看我种的，这个是 Zucchini 吃了很多。小兔子跑哪儿去了？看，种的西红柿多大个儿啊，好多呀，才种的西红柿太多了，我的天哪，漂亮，大个儿多呀。茄子长了两个茄子了，刚长的，这一颗也长了一个，两个，每一颗长两个茄子。看一下，这边西红柿红了，开始红了一个西红柿。哇，太多了！那个花，漂亮吧？后院的花很漂亮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